Hello， 观众朋友，你们好。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充能斧，强属性品的。那这把武器是因为它是带雷属性，很适合拆烂威龙的装甲的部分。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技能的部分，我选择降武、超会阴山，还有雷属性特化，然后再墙壁珠是用来挡烂威龙的嘴炮的。镶嵌的部分我放超星珠两颗，还有真弹珠跟墙壁珠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伤害的部分大概是多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我按个 like、订阅。如果